王妃，在下只是一介平民，皇宫可不是我随随便便就可以进去的。但您就不一样了。我怎么不一样了？皇亲国戚吗？原来王妃的身份还有这样的便利。哎呀，这不是长歌吗？好久不见了，还记得我吗？我是吴叔叔啊，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。吴太医，情况紧急，我没时间跟您叙旧了。今天我来是要取一些蛇蔓草，人命关天，请您快点儿。好，人命？这长歌当了王妃，怎么跟病了个人似的？奇怪了，这蛇蔓草是宫里的常备药啊，怎么找不着了？难道有人拿走了？长歌，你别急啊，要是有人拿走了，会有记录的，我查查。文王殿下，之前就对文王有所怀疑，果然是他。看来得想办法去温王府一趟了。那谢谢吴叔叔了，我这边还有急事，先走一步了。这长歌怎么变得这么风风火火的了？吴太医，太子殿下身体突然不适，急召太医前去。是老毛病又犯了。是啊，太子近日病发是越来越频繁了。知道了，我这就准备一下，马上过去。王妃，这温王府守备森严，就我们两个，怕是很难得手啊。不如叫江硕来帮忙吧。你傻呀？要是告诉那小子，肯定不会放我们出来呀。也是哦。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你先进去看看情况，我自然有办法。王妃，侍卫走了，进来吧。王妃，明月，对不起，要小小的牺牲一下你了。时间有限，得快得手才行。哎呀，到底藏在哪里了呀？